颜学晶孙子满月了。近日，颜学晶的儿子晒出了一组林恩仔满月宴的照片，全家人都激动满眼。不过颜学晶似乎在忙着工作，没能及时赶回来，想必他也十分遗憾。不过相信奶奶也一定隔空给孙子送去了祝福，祝愿恩仔满月快乐，越来越可爱。呼啦啦啦，滑着地，随着奔腾的马蹄，小妹妹吹着口琴，夕阳下没了剪影。我用子弹写日记，介绍完了风景，接下来换介绍我自己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满月宴。我满月了，姓林，林仔，年龄30天，身高60厘米，体重4500克。1月27日，爸爸接我出院了，小小的我终于回到家人身边，初来乍到，很是拘谨。头号粉丝，我的妈妈辛勤地哺育我，也让我健康成长。二号粉丝，我的爸爸每天给我拍照，记录我的成长。坐了一夜的车，只为看我一眼。爷爷的臂膀最舒服。奶奶每天都想抱抱我。奶奶，你早点回来了。姥姥每天都来看我，喜欢闻闻我的小手，我可真是一个幸福的小宝贝。